义薄云天，义薄云天，笑什么？今生情，今生魂，今生只做八家人，笑什么？出来！哎呦我的妈！上！谢谢我们爸爸呀，感谢拜拜，谢谢拜拜。一波云天，唐长老，唐长老，好，感情啊，你吐我吗？你是怎么个情况？谢谢拜拜。被妖精吸干血条了。哎，是的，主要是刚刚不是下播了吗？那没办法，那。哦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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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吧，没事烂我们手里了，哎，没事，那你就开你的金口玉言吧。不行，老朱你发，让我们两个干点啥吧。哦，一人挑一个，还是说怎么办呢？他俩搭配挺好的，跳太累，我怕累着我的师傅，小宝贝。哎，于西是什么主播呀？于西，我是舞蹈吗？嗯，他是一个什么都干的主播。整个节目，要不然就怎么俩？对，这你现在真坏，你什么都让人家说，你讨厌。哇哦。你这么对我，我要掐死你哦！不是，我要爱死你呀、啊！整个什么节目呢？就是我不知道，我没跟于西玩过。于西就是师傅，还有于西悠着点，因为你俩的少开车，千万别等着抬走了，咱们都不好看啊！哦，刚刚我都不知道怎么了，我现在还蒙着呢。你注意点。我没说话呀，刚刚。你的意思是质疑官方大大的能力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咱们俩就合作一个节目吧。好，好的。一定要稳，一定要稳。咱们一起来个二人转吧，要不？好。来什么二人转？二人转。咱俩来一个，我想想啊。爱江山更爱美人，古典的，可以吗？看我这样子像美人。好嘞，把那个摘了呗。红配绿挺好看。咋不是《霸王别姬》呢？《霸王别姬》也可以啊。别姬吧，咱们俩就一起挂吧。说姬说姬行，别带那个霸，带霸不好听。《霸王别姬》不怕。你咋都能想呢？你这思想真是。我害怕吗？我不是害怕吗？我。哎，笑死！我打个礼。于西，你就是我的虞姬。哦，于西。
伤心处，彼时路有谁不同？多少年恩爱匆匆葬送，心痛你最终被困冻，生死痛你用柔情呵护，破豪情天冲，我心中你最终我的下手那么快，有人也不等等霸王，霸王还没死呢，哎呦我的妈，还没吻别呢，还没吻别呢，终于我是做了个真虞姬，你是个假霸王，可疼可疼啊，可疼啊，宝贝儿，那你还吻吗？没吻，别吻了吧，假霸王，吻别一下呗，好。好，全剧终，献丑，漂亮，好，辛苦辛苦，宁死不让霸王吻一下子，难道说什么猪吻一下子吗？啊，是不是这天网络上救命一下吗？不救命一下吗？我倒是做了个真虞姬，可你却是个假霸王。错，我是假虞，假虞，假虞，假虞是王八吧？哎呦我的妈，假虞。精彩精彩，师傅哇，唱这歌真是中气十足，哇塞，真的好老霸气了。我师傅不但演这个好，还得演西门庆呢，你可也可想看看呀？有人吗？西门庆啊！啊，哇塞，西门庆，那金莲是不是得有人啊？金莲，嗯，我师傅要不然谁要金莲吗？要不然下一回，下一回我们展示吧。好的，好的，特别好，特别好。好的，咱们呢就是，对你们都这虞姬特别特别优秀，小猫你们就都都互关。我关注了，我关注了，我关注了。一星期我们互关一下。对你俩就属于以后一起玩。刚才整错了，哥，咱俩应该一组了，他俩一组。是，整错了。我们这边有人讲说，四个危险分子在开会，说我们的。危险的一点不危险。我现在。对，我都一直不敢讲话。都是老师啊，我也快，我觉得我。既然这样的话，就才艺的话，就这个肖邦给我们演个才艺，可以吗？对，就是、啊，可以啊，那我展示一个，那我只能唱首歌了，好不好？我现在穿这衣服也有点挺二的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们唱首歌送给大家吧。谢谢。祝四家的哥哥姐姐们，大家周末快乐！来一首。New Boy 吧，来，什么字？祝大家周末 New Boy。我本来想唱杀猪刀的，想想不太好。牛男孩吗？New Boy 什么意思 ？New Boy， 星星男孩，星星男孩。哟，好。知道我看见到处是阳光，快乐在城市上空飘荡，新世纪来的像梦一场。你的老怀表还在转吗？你的旧皮鞋还能穿吗？这儿有一只未来牌香烟，你不想尝尝吗？明天一早，我猜阳光会好，我要把自己打扫，把破旧的全部都卖掉。哦，这样多好哎！快来吧，奔腾电脑，就让他们代替我来思考。穿西吧，剪新发型，清算一下 Windows 98，打扮。
漂亮，十八岁是天堂，我们的手握天的手掌，崭新一般，坚信发信仰，轻松一下，为你的手吧，以后的路不再会有痛苦，我们的未来该有多酷。唱一下，哎呦，这歌，谢谢谢谢，瞬间让我年轻了二十岁呀、啊！啊，年轻二十岁、啊，那你不是只剩两岁了吗？啊，我今年十八，虚岁三十二了，现在。哎呦我的妈！啊，演唱会搞得不错，好，那我也成伴手。怎么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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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放大了，哎呀。哎，哪有，你自己现在放大了，我们没大，就死人了。你这能不能别出来丢人啊？这不是我这边怎么，我自己放大了呢？你自个儿把自个儿放大了，你自个儿把自个儿放大了呀？那不能，那不能，是不是脸特，是不是脸特大，师傅？滚圆滚圆的是吗？好。太神奇了，太神奇了，刚刚他是不是这样的啊？哎呀哎呀，你别叫了，我的鱼心怎么了？哎呀，鱼心你淡定，鱼心你淡定，你淡定。你师傅咱马上咱取经啊，我也整上一个吧。我因为我和我师傅我俩是正能量的歌曲，正能量的人物，我们俩一个文雅，我高冷，歌曲得差不多。嗯，精忠报国。哇，这个好！哎呦，一首大歌。天，我来伴奏吧。小哥的来，虞姬，你还得变变。虞姬，你还得成为我的吧？来，没想到你是这种女人，早知道我就不答应你。浪硬起江山北望，龙骑骏马长嘶旌旗如霜，心似黄河水茫茫，二十年纵横间谁能相忘，恨与狂长刀所向，多少座忠魂埋骨他乡，谁败自报家国，人叹息更无语，血泪满眶，马蹄难驱人北望，人北望草青黄尘飞扬，我愿守故土铠甲，堂堂中国要让来喝。虞姬，咱们俩长相厮守，走吧。你又是谁？我是你猪哥哥。你刚才没死是我救的你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傻了。十分钟之内游转于两个男人之间，我不知道我究竟是谁了。你好幸福，我好羡慕。我不是幸福，你就是山东大李逵。好，好，谢谢猪哥哥，唱的真好听，真帅啊，真的。猪中霸王，猪中霸王，猪霸，真的。什么猪霸？猪王。猪王猪。好，那咱们就走了。好的，好，恭送猪王哦，恭送猪爸，恭送师傅哦，师傅再会啊、哦！这两个女妖不是这两个女施主、咱们已经关系很好了，找两个关系不好的啊、嗯，好，好，
还得继续向西前行呢。咱们就上路，踏上征程，继续上路。走，加油，奥利给！再会，大姐，哎，再见，再见。丢了一个，他走得挺快呀、啊，走吧，哎，走吧，这么快呢？走吧。还呀，师傅，大姐，咱们跑得太快了，出去找俩妖怪，咱们再集合啊！好，弄不住的喊我，我弄不住的喊你。好的，八戒。好，哥哥，再见，拜拜。好，哎，这俩妖怪，我说说实话，哼，什么好又得抬走，我不讲话。我不讲话。哎呦你妈！安全，我安全了，我。这俩哪个姑娘你要对上话，都有随时态度的危险，所以说我一不做二不休，我不掺入。哎呦你妈！我是个狠人，啊，又有人给我找我的呀，啊，我是个狠人，我挺，哟吼，姐夫，哎，默默，小姨子好，好久不见，我想你了，好久不见，妈呀。你俩还怎么整出小姨子来呢？我俩的感情都六七年了，你不知道吧？我寻思你俩的感情都六亲不认了呢。他跟我姐才三年，俺俩感情都六七年了。对对，你小话挂不上档就少说话，别了叭叭叭叭的。有人。那你说我、啊、我不啊不说了，行啊行嗯啊不行，我看你直播我都冒汗，我都卡的冒汗，别你就看就行，这是一笑。哎呦我的妈！那他俩这么搞一起，我心梗都要犯了。那你说吧，八戒，我说话你别，我有人，你俩能不能配合我一下？你俩深吸一口气再吐出去呗，我求求了，求求了，你说话我不接茬，行不行？你。不接茬，你看着我也传染。今晚这把 PK 十二点打不完，这把 PK 十二点打不完了。你是没话了吧？看着我还能传染？话不话的我有话说不出来呀、啊！我。哎，八戒啊！有的小老妹长得可好，你俩拿我当个人呗，哥姐夫。哎呀，我默默呀，我不敢给你多说话。他怕他挂不上档，听了也难受啊。我都怀疑你和你俩连麦，你怎么不受影响？这不是有了吗？天哪！人家住 ，Hello， 阿姨们 ，Hello， 一直摸，这不是我的八戒哥哥吗？八戒哥，我在三亚等你多时，你说过你要来看我的，结果你都不来看我。啊。取经路上还路过三亚吗？啊！你知我姐姐，此时此刻，我要吟诗一首。就你那口条，你吟啥诗？你要不信，你就看着。啊！今晚直播有点过。
两个主播都有墨儿，有人。我和卡哥都看过，又是福来又是祸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好好诗，好好诗，好诗，好诗。我京师京哎京师的，文化装。对，再来一波下，哇，340万了，太牛了！这样吧，我直接冲到500万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怎么玩呀，老师？哎，怎么又跑偏一个、啊？我怎么感觉不？我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，没有。我爸爸也有点就是那个啥，我就可能习惯了。八戒啊，你想怎么玩啊？要听卡哥的吧？你看，我求求这俩哥了，我商量商量，阿姨莫，我求求这俩，我求求我哥，我求求姐夫，我听我的吧，行吗？我一下说吧，你俩说。我一下打死你，为什么打你？刚才我说话你不让我说，我问你咋玩你就听我的，我能不打你吗？你多讲话，我就不说正好。有人。啊！师傅，别念了！啊，头疼！你要不累说，我还挺乐意说的。就是我一说你这一学我给我也带跑偏了。你别怪我了，你本来就卡，你别。我家人们点点赞冲到500万好不好？350万了，家人们真的好久没有这么多赞了啊！那谁说？我也不能说了，一直莫说吧，我们都卡词了。我说之前呢，我还得酝酿一下呀，万一卡这一下呀，这可怎么弄啊？那我们就，你们是要带点小惩罚的吗？可以的。怎么玩那就说绕口令吧。卡个他绕令。就我告诉你八戒，别的我服你，要绕口令我肯定不服啊。我也不。刚才他一脸认真。那你然后就321唱歌的表演才艺的都行。行。要不这样吧，就到手第二、第三和第四，说一段绕口令。又入行了都。就一二交三四，说一个绕口令。行，然后正常表演才艺，好不好？好的。行不行？这个哥和姐夫呀，你俩说一个字还卡吗？你们还有次数吗？有啊。有，我今天晚上一把都没有打。我没了。有人哎，好，我也没了。那现在可以看这个嘛？可以投票，可以好玩投票。嗯，你看投票好使。哎，开始了。哦，行吧，行，那就这把吧。卡哥，你少给我多讲话，你别给我。有人，我闭麦。不跟你讲话，多说多话，我一晚上过不来，我操！我挺难，不播了，兄弟。我一和他在一起，兄弟们，我不是装的，谁装谁是王八蛋，因为我祖传的结巴，我讲话平时都比较快，一碰到他吧，我就好像那什么一样。感谢我长新哥，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我的老爷，我喊麦吧，我练练我的嘴皮子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感谢哥，唱歌不。
感谢志凡大哥，谢谢。对，哎呀，我立马我不，好吧。给送礼物大哥点关注，感谢我安吉华仔，我安吉哥，来兄弟们，不管了。三大背刀，对情比刀，人等当然的好，那哈子的野生人等，不管谁输我，这包括你的了，管。我再一次提笔，往事我不再想起，忘掉，只是我自己斩不断的情是你回忆，我逝去辉煌，现在我无处彷徨，海上谁在我身旁，让我们再次称帝王，走过这不离成婚，看透这余财不财，为谁我脱下那红尘功能，与我伤如冰，时间那匆匆一晃，回首那三年梦想，再见那往事过往，内心的鲜血在流淌，希望这世间重来，把痛苦掩埋，奈何这世间苍白，一切无法再重来。曾经我为你流泪，爱你我那么狼狈，为你我担心下跪，恋爱让我最心累，真心的占我心房，爱情当作狗粮，为你我如痴如狂，你却上了别人的床，不要这把我容忍，当作这骄傲的资本，对你我不容忍，请你转身给我滚，这当作女神占据，占我心门，要我这余生伤痕，留下一个人在红尘，踏遍这山川古楼，悲伤都入我心头。你说这陪我到头，现在你却说自由。爱你，你说我不配，为你我为你流泪。背叛，你说我无所谓，到底犯下了什么罪？感谢，这让我明白，时光这不再重来。往事，我只是缅怀，还只回到现实来。忘掉。所有过去，收起这所有回忆，人生这还是继续，不会因为你放弃。想起这那天梦里，把你都放在心里，纵想我再去思念，你说同时做自己，感叹这太多的磨难，时间这太多的欺骗，真心这到底几灭，往事那不会再留恋，还剩在我身边陪我打下江山，投资这散在紫金，看是谁那个苍灵剑，人生这还有三年，谁能这记我容颜，一人这独坐窗前，望着月前忆当年，看着这曾经走过老城，这浮沉一幕，曾经这什么不顾，只为你把我来护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gentlemen, the police for you, come on baby, are you ready to see police? 所有兄弟们，此时此刻，此时此情，伴随优美的旋律，兄弟们，大喇叭头往前走，十五行的兄弟们，一起手，来。
点点关注兄弟。不可能，这一群兄弟们，我不给卡子那个号的。一句话，一句话，我老朱真卡，感谢我何金长期我的卡。谢谢哥，谢谢哥，给哥点关注兄弟们，咱给长青帮我大哥一个烟草老板，感谢松哥给松哥点关注。我不卖，我不卖，兄弟们，感谢宇宙武松大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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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。咱们呢，最后的棒棒糖大队兄弟们还在吗？兄弟们，正常是吧？他们说又踢人了，不能踢，不能踢。还说把老朱卖了吧，卖了至少四万人。我是一个人气主播吗？兄弟们，飘了吧我？哎呦！好，好，这一局分不是很多，兄弟们，容易拿下。我不想，我不想说绕口令。我说完之后，封号。哎呦！感谢我，感谢我侠哥，感谢大哥。好，好，43秒，兄弟们，咱们的散票大队、万人偷塔大队，兄弟们，每人憋个棒棒糖，现在可以进攻了，兄弟们，全部攻！雕虫小技，竟敢班门弄斧，打飞天龙，打飞天龙，大罗法咒。兄弟们，来！感谢兄父，感谢我飞哥，感谢我成龙大哥，给我飞哥、成龙哥点上关注，兄弟们！哪里跑，兄弟们，给我青龙哥还有飞哥直播间所有兄弟们瞄准两位大哥，把观众还有咱榜上观众送礼物的所有兄弟们出击点观众。飞哥19级了，跟你改名又不通知我，宝贝儿。哎呦我的妈！爱你，给榜一这个大姐点关注，不点关注我晚上给我发私信，别给我发了，昨晚上就全给我发到大腿，我不看，我不看，拉黑你再给我发。哎呦我的妈！没叫没叫，这样的刚好、啊。哎哎，还有这本事的？见笑了。呵呵不客气不客气，八戒哥哥。啊。那就让以墨来奖励吧，我不讲话啊。你为什么把这么烦恼的问题要抛给我呢？哦，他是去上，他是一。没有。哦，我以为他如厕去了的啊，没，他可能刚才是蹲着播的。八戒哥哥，要不你来吧，阿姨莫点子没有你多。我不是点子多，是我文化水平特别的高。比我高、啊、是的是的， 我承认，我是博士后三。哎呀我的妈，我这幼儿园没毕业啊，看吧。我以为是博士后秋呢。八戒哥，没有，八戒哥你说吧，你说吧。嗯、哦，没事的。让我卡哥说，我给卡哥来一个，卡哥，我就说一遍啊。你说啊吧，我学你来。这个好啊，这个厉害，这一般人不会。我还没说呢。
钓鱼要到岛上钓，不到岛上钓不到，就是说五遍快速的，钓鱼要到岛上钓，不到岛上钓不到，钓鱼要到岛上钓，不到岛上钓不到，你就是说快点啊。我想起来会会念了那个。哎，说青蛙，我估计卡哥这个太简单。说青蛙的话，你会说大鹅吗？我不会，我会数母猪。那要你要数猪的话，我就跟你教，跟你说一个，怎么样？嗯，你什么猪？怎么说的？就是那个，一只公猪，一张嘴。两只眼睛，四条腿，五条腿，不是扑通一下掉下水。你猪跳水里干啥？你别说这么说的是大母猪小母猪老母猪，那这猪太简单。哎、那就钓鱼要到岛上钓，不到岛上钓，钓不到。那你就说这个吧，钓鱼这个是五遍，你得快慢着不算。我这刚才我说的还不快，你得放个音乐说，这有点太慢，卡的没有效果。姐，行。我给你配个音乐。我去，行吗？啊 ，OK。钓鱼要到岛上钓，不到岛上钓不到，钓鱼到岛上钓，不到。打那是倒掉，你妖怪！我跟你讲，我这个人很有想象力，很有画面感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真的好，就是，什么情况？掉线了吧？钓鱼去了吧？有人啊？卡哥。什么情况？卡了是吗？哎呦，没有，不能，他不能生气，他肯定是卡了。他们说是被调走了。调走上课去了吧？他钓鱼去了吧，凤哥？他没有面对，这个钓，倒。这可提的呢，哎呀我的妈呀，真钓鱼去了，钓鱼去了，钓走了，钓鱼他还在吗？在不在？现在在不在？我看看应该是不是可以，是不是学习个几分钟就可以回来了？我给卡哥打个电话。哎呦我的，这鱼劲儿太大了，这瞎整。上次慧慧也念成这样子，他没写啊。对，他可能这两天我们这两天查的太紧。哎，卡哥的这个年轻还老好听。你怎么事儿？怎么事儿？抬走了，学习10分。十分钟就回来了呗。啊，你们玩你们的，别等我了。好，哥，那就等会儿找你。不用，你们玩你们的，没事啊，老弟。好的哥。我老弟还惦记他哥。我想你了，你等会儿
见吧。你妥啊妥嘞，弟哎弟弟。好好好好，卡卡我挂啊啊。好，好好嘞。哎哎哎，爱你啊。哼，好好好，卡卡，嗯好。啊，说是困了，睡觉去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火！嫂子，我嫂子，嫂子，我爱你！哎呦我的妈！那……哎呀，笑死我了！我那我那我们三个都抬了一个了，还有个我呢。那不玩了吧，要不咱们唱首唱歌吧。好好，就以我卡歌为主，就想我卡歌的歌曲，想念人的歌曲吧。想念人的歌曲是吗？啊啊啊，好的，那我们一枝木姐姐先来吗？小姐姐。 对就把我卡歌当男神，就爱他的歌曲给他唱。这个头得起好啊。哎呦我的妈呀，那得唱首情歌是吗？来，起不好可就擦筋了，就有点啊。嗯，我想一下啊，稍等一下啊。对，火火是我卡哥的媳妇，我嫂子，点上观众朋友们啊。父亲写的散文诗不行。啊。下辈子还要和你成个家，这不行，这不行。这个，我小姨子的实力唱的可好了，你听。来吧。嗯。来。我孤独呀，我一个人的时候孤独呀。我对你太想念，太想念，好比天上风筝断了线。我对你太想念，太想念，你不曾看见念为你哭红的眼。我对你太想念，太想念，蓦然回首，奈何人已远。小姨，不是小姨子，好听，小姨子。玫瑰花瓣一片一片片掉落在眼前，我的卡歌一点一点点回荡在耳边，那回不去的卡弥漫了我整片天，爱的故事一件一件件甜蜜的蔓延，我的卡歌一点一点点拉长了思念，在梦里吻的脸却来不到我身边，我对你太想念，太想念。想念，太想念，好比天上风筝断了线。我对你太想念，太想念，你不曾看见那双为你哭红的眼。我对你太想念，太想念，蓦然回首，奈何人已远。哗，哗，好听。你别谢谢，你别想我卡哥，你想我得了，我对你太想猪，太想。我对猪太想念，太想念。晚风哥说的是，他不是点了一首《你快回来》，他的意思是卡哥你快回来，不是点歌。行，那我唱一首啥呀，八戒哥？我都好久没跟你连麦了，都我唱首好的。那就唱啊，想一个男，哎，我卡哥都行，挑一个。够个好，这样吧，我想当一朵花好吗？啊，我这朵呀，好啊，我是你的一枝格桑花，我是你的格桑花。他是我的，这是我俩第一次相识的时候，他也是我的一朵花。好，那你就可以有两朵花吗？我多少钱有点多余了，要不我先这样。不，别，来来来，那我就唱一半啊。去三亚，真的是去三亚少穿比基尼啊，不好看啊。好的，放心，光腚确实好看。这首歌真的是我跟卡哥第一次连麦的时候我就唱的这首歌，不过是那个
八戒哥哥，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就唱这首歌。还没等到高山上的雪融化，我就等不及要出发。在你离开前，我要去采一束最新盛开的格桑花。不能陪你去大海角天涯，就让花儿替我陪着你吧，八戒哥。如果太阳上升，我还没回来，你走吧，不用再等我了。其实我知道这一世缘分尽了，遗憾心底还藏着几句话。明知道不可能陪你过完余生，这些情话不说了也罢。不怪老天要收回我的芳华，就当今生和你相遇的代价。再回头看山上的雪越下越大，可是我还没找到一朵花。原来爱情不能把雪融化，可我不甘心就这么倒下。我的脚步已走不动了，也许我应该就在这里睡下。我希望有一天经过这里，我身上开出格桑花。莫，你咋了莫？我觉得我是一个灯泡，不是，所以我要发光发亮。哎呀，我已经看到了。哇，谢谢姐，没有，我跟、哎、因为我跟那个什么，我跟八戒哥好久没连了嘛，就是以前唱过这首歌，但是好久没连过了，没事的，阿家们，谢谢。你看，莫莫是太想念。一莫是在三亚还想我这朵花，哎、我就告诉你们，以后呀，兄弟们听我劝句话，有了媳妇可别让媳妇出门乱跑，我以后娶媳妇哪里都不能跑，就给我搁家，上三亚哪里都不能去。哎呦你们，那我就来一首吧。三亚，家们，我们都去八戒哥的直播间给八戒哥送播祝福，好不好？哎呦，谢谢妹子，咱们别这么客气，哎呦，对对，都点点关注，给我们一只墨小姐姐一点点关注啊，唱歌特别好听，谢谢谢谢咱姐夫多点点，都是才艺主播，太难了，又去三亚，还要买花，我死了算了我。如果我忘了来时的路，谁能为我打开一扇门？我穿过他们说的花花世界，却始终还是一头猪。再一次触碰你的手心，却感受不到你的体温。你留下冰冷的转身，我反而安稳。时间它没有带走一切，留下你最热辣的眼神。我也曾想过不再流浪，陪你走日出走到黄昏。我也随后你偷偷的疑问，忘了自己是谁是人，醒来还是一颗不安的魂，人去人散尽。男人你太凶啊，别让媳妇去打工啊，打来打去你电话都打不通啊。他在外面见过世面呐，看我啥都不行啊。回到家里把婚礼呀么嗨呀么嗨，扫地为奴脸儿叫黄拿。哎呦，太难了！
哎呦我的妈呀，八戒哥你太有才了，这是唱出了一个卷的故事啊。有才有才，对家人们真的我二位嬷嬷、二位姑娘、我老朱今天唱着唱着我就难受了、可否安慰安慰我的小心灵？你别说安慰猪心了，你就安慰猪沙干都行。那行，那我就这个了啊。有人我啊！哎呦我的妈！观众以沫和一只沫，我的两个好妹妹，对对对，有空一起玩谢谢啊！好嘞，好的，开心开心哦。嗯，好的，开心。俩都叫默默，这个吻太甜了。他感受到，好，我走了。等我吧。好，好。他俩我亲完之后，怎么都尴尬了呀？怎么事儿？哎呦我的妈！刚才还好好的。哎呦，坏。所以说，女长得好看的女人都挺难，我更难。哎。太难了，杨天乐，太难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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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太难了，你是哭你是笑你猜。怎么了怎么了，刚才发生手模了。哎呀，卡哥也抬了，师傅也抬了，我老朱这个时候有点我要稳，因为呢我还有两天我的一百分就到了，兄弟们，我现在还有97分，是，哎呦，谢谢哥，谢谢哥送的礼物啊，不推，感谢我，谢谢我嫂子啊，哎呀，咱们给我嫂子点点关注，兄弟们，给我嫂子破7万，二号麦是我卡哥的媳妇，我嫂子，我们俩都认识好多好多年了，兄弟们，咱们关注我嫂子，兄弟们，二号麦我嫂子啊，点关注，挂号，还有再播5分钟就2小时到了，兄弟们啊，是不是再播？谁呀？带刀呀？带刀在直播，别骗我了，这妖怪妖怪，把我叫圆一个封号，我封号，兄弟们，因为呢，兄弟们，我呀，可能说前几段时间呢，有我也那个就是进去一天嘛，扣12分，我的分现在是97分，差3分就够100分了，今天是还差2天就满分了，兄弟们，所以说这几天我一定不能封号。一定不能封号，谢谢哥，真的福袋，谢谢哥啊！一定不能封号，兄弟们，因为我稳，换号吗，兄弟们？哥几个，咱们今晚就换号，这么早吗，兄弟们？这蓝月亮，银光光闪亮啊！梨花开放在肩上。不是故意，我兄弟们，我撒谎儿子的，我嫂子，我卡哥，你们可以问问我，现实中讲话磕不？因为我是祖传的，我爸呀，我奶吧，我奶好多，我爸，我大伯，我姑，我们家祖传的讲话都有点口，感觉我讲这个口吃我都很难口吃，所以说大伙经常听我讲话比较快，不是老朱不是装的，兄弟们，不是装的，因为卡哥一带我呀，就能把我带进去，大伙可我看我直播的有没有点口吃的，兄弟们，就是平时讲话还挺好，一到给口吃讲话的就有一点就能带进去的感觉，有打个有，兄弟们，我不是二号是吧？对呀，咱可不是说就是故意的去模仿，兄弟们，我平时讲话还好，只要有人带我马上我的就差不多啊，我就是祖传口吃嘛，换小号是吧？2小时到了，换小号。那我这样，兄弟们，还有1万多人，兄弟们，小号你们给我点个关注，哥一个，点个关注。小号呢是吧？有真有小号安全，这真事儿。我这个大号呢，兄弟们不能违规了，再违规的话很难，因为我现在是限流状态，因为不到100分呢，
限流状态，就是人气呢，你们看到的是虚构的，你们是不是老看是老是一万加，是吧？是不是老是一万加？我前几天我给一个姑娘甩两万多人，我直播间还有一万六，我当时我吓死了。这样哥几个啊，我送的小礼物，兄弟们，你们给我点上关注啊，就是送小就是小，就这个送你脸的那个啊，你们看这公屏上那个小哇八戒很哇塞，就是送那个礼物的是我的小号，兄弟们，你们关注上，等会儿咱小号见，兄弟们，对，这个八戒很哇塞，这个就是你可能这看吧，这个看。很大火，哎呦我的妈！对，这个八二是我小号，兄弟们，八二是我小号，你们呢？给我点个关注，我等会儿小号开吧，兄弟们。大号呢，每天让我播两个小时，一定得播两个小时才会拉分的，拉分的啊！对啊，兄弟们行不行？口吃的带不是吧？我不是装的，兄弟们啊！二号麦是我小号，兄弟们，马上开播，哥几个走，小号，走你！哎呦我的妈！啊，对，看这个，我走了个远啊。小号、大号今天晚上就是这个，我害怕，因为怕了，给师傅连麦，师傅抬了，卡哥连麦卡个抬了，我觉得下个可能就是我。对，榜一的榜一，榜一的榜一，关注我啊！我下去了吗？啊，走。哎呀，红包没开呢，兄弟们，红包等红包开，红包没开呢。对，马上开啊！没事，我不杀猪王喊得了吗？上官大道怎么没有直播？我老恩师去泰国了，去泰国了，这两天可能不回来吧。嗯，对，他也。那就得要看一下，你看我真容，我会，对，这是我的真脸，有时候看有没有一晚上不知道长什么样，你看直播没有看不着我的脸，我长得不好看，我怕兄弟们看着笑话。对，先关注我小号，兄弟们啊，就是我长得吧，就是那属于那种就是。肥头大耳的那个类型，兄弟们，希望哥几个那个多多原谅。要长得就怕你们说你，我喜欢猪八戒，你这一整的，我是人看你看个毛线呢？有人。嗯。真脸没有就在洗，对呀、啊，所以说呢，我不敢用我的真脸去面对你们，我这样的话，我觉得我在欺骗你们。我明明是一头猪，为什么半个人呢？我看不。我、嗯、哎呦我的妈！对，明明我是个人，你是个猪，我为什么要当人呢？我所以说我看到自己不得劲儿，我自己看到自己难受。哎呦我的妈！来，这个兄弟们啊，关注我这个一号麦，兄弟们马上下播，哥几个走，小号见，兄弟们，哥几个去跑来。